好不好吃，好不好吃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啦。好不好吃，好不好吃，好不好吃吃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今天我们要来吃这个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口香糖，水漾白桃口香糖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吃水漾白桃口香糖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，有点难猜。它是原产地是日本，所以这是日本来的，漂洋过海过来的。为什么那么难开呀？等一下，有了有了，它变这样嘞，变光泽了。可是这样就没有水蜜桃的感觉，水蜜桃都是包装袋，这里面一个光泽哎，傻眼哎，后面是粉红色的啊，前面是银色的，对，还可以，女孩子还可以拿来补妆，有没有？当镜子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真的糊怎么补？好，我们来吃它，很香，我已经闻到白桃的香味了。开，2、4、6、8，就这样八片，这八片花了我快100块。Watering Kiss Mint， 那种 kiss 我知道是亲亲，让人非常垂涎欲滴的亲亲口香糖啊！哎，好短哦，你看是那么短，还不到我的一根手指头长度。它上面有很多颗粒，各种颜色，不知道有没有对焦到。那现在可可要吃完以后，然后寻找我的睡美人，然后用力的嘣下去。有点，好酸哦，好酸哦，好酸哦！我知道为什么叫 watering 哦， watering， 因为吃了以后会让人流超多口水，好酸哦，超酸的。它上面有写，它有六个颜色的颗粒，上面有很多一点点的，有六个颜色的颗粒，好酸哦，它粘到我的牙套上面，我嘴巴现在，一阵水蜜桃的味道，我来试看能不能吹泡泡。我放屁，它有根全部粘在我的牙套上了。这就是让人非常容易流口水的水蜜桃口香糖，偏酸。那喜欢水蜜桃香味的是可以试试看，因为真的很香啦。那么我名片就到这边啦，记得按下订阅还有我喜欢，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有没有吃过这个口香糖，真的会让人分泌很多唾液。导致于我现在都要讲话到一直吞我的唾液才行。好了，也要记得在可可酒精的粉丝专帮我按个赞哦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